你是皇子，是姑最优秀的皇子。说你要去闯荡江湖，好，那姑就废你王位，夺你身份，一辈子都不要给我回来。萧瑟，你这是要回去了吧？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天启吗？<笑>小楚河呀，小楚河，人姑娘都这么说了，你却还是沉默。你是谁？<笑>我是琅琊王。荒谬！琅琊王叔。 其后代可传承王位，这位是琅琊王叔独子萧凌晨，的确可以自称为琅琊王。凌晨，好久不见，他回来了，而且已经康复了。王爷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好，那便一声令下。阁下深夜入宫，有何贵干呢？ 萧瑟，你还要多久回来？帮了你这么多回，也来帮帮可怜的武心呢。你们是否愿意为纵马归城的永安王闯出一条血路？我愿意。天启四守护，列东方卫，青龙，起阵。 守护，朱雀，烈南方位，我以一枪入逍遥，助你承担天启长龙位。今天不会再有人来救你。不错。 期待你成为真正高手的那一天。再来杀你！天启四守护之玄武，列北方位。少年洗人间，与那作奸不讳人。回来了，我还没有看到那座城。让道。唐莲也应该出发了吧。 担心谁也不必担心他。雪月城大师兄，他的可靠程度天下皆知。咱们天启城再见吧。